不起，我要看一下开头。啊，你们发现这个，它开头有做了一个 close 在这边了啊，怎么样？啊，这件要打开来的，一般开头都需要这样的，不能蹦突然出来啊。这个指挥的老师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在念高中。刚刚那一只，你的声音用错轨了，你可能用到那个摄影机的那个录的声轨了。我们要用的应该是台前麦克风的，啊，因为那个铁琴的声音才有录到。像你这现在这一只是听得到铁琴的声音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同一个画面特写，刚刚有动作没声音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它的声音比较小，可是台前的一定录得到。所以你那个声轨的选择要选对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哦，刚刚那个地方，早进来了一点，因为镜头还没有定住。哎，可是你想说它已经开始了，咚咚咚咚，你赶快进来。其实没关系，因为它有，应该有四拍吧。咚咚咚咚，我到第二个咚咚咚咚再进来，前面容许一个空档。啊，毕竟我们这个只有双机，不是那种导播机有读谱的。啊，差一点点是容许的。就，而且但是这个你不要咚咚咚咚。四下，你不要在第三下的时候进来啊，因为它不是拍点，你干脆到下一个拍点，就是第五下是拍点嘛，要到第五下的时候再进来。这边就是太早结束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它一定要延伸那么久，对不对？然后才不能够。就是更换时间了，那就不要 close， 因为 close 我也讲过啊， close 它要往前叠往后叠，所以你那个摄影机开始甩或者是还没甩完的那个动作都会被抓到。那你如果没有 close 这个特效的时候，它那个切点就是切点的，那个画面就会很干净，而且这个那么震撼，咚咚咚，节奏感那么强的地方，你直接切断跳是 OK 的。但如果是那种柔柔的，当然可能要 close 一下。啊，一样的问题哈。棒的地方，那就是差别，就是那个 close 的应用其实不见得需要到那么的频繁，真的，有最好，就是该要有的时候你有很好，可是如果该要有的时候你拿到的素材不允许你有，
有加进去会造成一些瑕疵的出现，那干脆不要。好，懂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太溪岩。他问错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没关系，我等你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徐梅，难怪我想奇怪那个答案怎么那么小。老师，可是我觉得他刚刚那个、他 close 的时候不是有带到晃吗？对，反而我是观众，我会觉得他是故意的，就是晃的那一下，然后又模糊淡出这样子，感觉像是故意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东西的话，就牵涉到你看看你面对的窗口是怎么想法。嗯哼嗯哼，如果今天窗口是你的话，那姐姐是就很开心。对对对，那他会觉得，那个效果其实还蛮有 feel 的，嗯，也很好。那可是今天那个窗口就觉得，你把那个晃的镜头弄进来干嘛？哦 ，OK， 对，好、所以没有一定，但没有一定，客户喜不喜欢的？对对对对对、像现在很喜欢的，人家很喜欢的那个阿宝色，那种调色，我就觉得那是代嘛，我个人很不喜欢，可是全世界人都喜欢怎么办？我的影片也有那种调色那种颜色的啊，可是我是不得已的。OK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很强啊！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不是全集，被旁边的家长砍。我想你明年应该接不到这个案了。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专案是 720P， 然后你汇入的时候。对，然后你没有选择符合原素材，你是符合你的剪接素材。对对，所以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人都不见了。对的，好，拜拜，好，再联络。好了，我们还是看一下。有没有旁边的人知道扫出来？左边伸伸一只手，为什么人会卡掉？对。唯一的问题只是你明年接不到。哇，这个很棒哎！打字幕了，哇，这直接上字幕了，哇！不对呀、全面初级，这方宇，所以你也是听主持人讲话，所以上这个的吗？上网查的。哦，上网查的。这会掉。啊、这个太厉害了！对他们今年的音乐会主题叫做全面初级。好，来我们来看，从头看一下。这个我想满足客户，达到客户的要求，这叫做必要，对不对？他要你一百，你就给他一百，这叫必要。你超越客户的要求，你就会变成客户的需要。让客户需要你非常重要啊！你这是三轨剪的。三轨的嘛，为什么？
我会知道单轨，因为我那一机拍什么东西我知道，那个不是另外两机拍得到的，是我那一机拍得到的，而且颜色什么都不一样。你有动手脚吗？有吗？有嘛哈，有动手脚哈，太优秀了！这个画面是第三机的画面，对不对？第三机。对嘛哈，第三机的画面。可是实际上第三机的画面并没有那么特写，但是因为它只有它在 solo， 它只有它在 solo， 所以它把它放大了一些，让它更特写。可是你会发现它的画质稍微变差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哦，画质变差一点，但是特写的画面有了。这两个家长看到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这种地方啊，它前面还没有定位的那一个小节，干脆不要，没关系，晚一个小节出来还好，因为它够长。厉害的耶！你之前就会 VR 吗？还是来这边才学的？这边才学。这边才学的，我们给他鼓鼓掌，好不好？厉害！哇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来，我们这 SMA SMART 是吗？哎，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哎，好，那个你的音轨用错了，啊、哦，音轨用错轨了，你用到那个就是摄影机的收的声音呢，而不是用在舞台。为什么我会知道？刚开始，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小女孩讲，讲哇哇的声音，有没有听到？来啊！前的摄影的麦克风应该不会收到这个。还有就是，音乐的风格一定必须要加 close 下去，会比较 match 的话，那可是摄影机就是没跟上啊，那怎么办？可以把你 close 的时间个别的稍微调短一点点，就可以偷掉一点，那个晃啊，那个甩的那个画面不会那么差。正我的说法，你应该是两轨的声音都有用，你没有把其中一轨命掉，所以小朋友的声音有这个铁琴也有收到，也有收到声音。你待会再看一下你的素材，看看是不是两轨声音都出来了。
如果不是的话跟我说一下，我要回去检讨。这边啊，从这个中景，有没有这边切过来？啊，这边的话，我就会建议中间过一个全景画面，再切全景画面，可能一秒两秒，就是那个镜头在润进去的那一两秒，用全景把它带过去，再回到它身上，哦，会比较漂亮。你说这样子可不可以？其实也可以啊，其实那个很有那个秀专注进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可能只有这个小孩的家长会喜欢你而已。在甩镜头的时候，就是可以不要用全景过。好 ，OK， 大致上是 OK 的耶。来之前就已经有摸过惠利亚的，举手一下。你我知道。上次。哦，有一位。哦，所以很厉害耶。难怪我觉得你的进度都超过了想象。说好，刚刚这个什么谢涵仪在哪里？哦，还不错。好，哇，你不是常常迟到吗？你居然也把它剪完了。
好，来，我先承认我用了两轨的声音。这个地方的 close 是你故意把它的时间拉长吗？对，哦，故意的。原因是，我看它很这样子。哦，很哦，就非常的 smooth， 所以我们就啊，可以，这个就是在规则里面，你什么地方你想要给它多一点点变化，这就是变化的地方啊。这边有做手脚，对不对？有嘛哈？哎，有看出来吗？有。对，来，这个是一个，来，看到我们的全画面、全舞台其实是不止那么窄的，对不对？更宽的，它这个其实它也是慢慢弄开的，那就慢慢动过去，这都是变化啊。这边你是不知道怎么办的吗？好，没关系。这边也有一个混进去的动作。很棒啊，那个就你们看得到，开始会有一些巧思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个你转错档了，回来了吗？荧幕在你这里啊。哦，好，来，荧幕在我这边，那我们明天再看好不好？好，那个我们我看一个，哦，下礼拜一，好，我开一个那个资料夹，叫做。好，随堂作业 dash 二，哎 ，dash 二会不会 ？dash 一之二，啊，就是如果你之后再完成的人，我们丢在这一个资料夹，啊，才不会跟前面的混在一起。哎，其实你们的，就是超乎我的想象了，非常的令人惊艳。好，来，但是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。